艺人林彦均结婚啦，他亲吻的对象是两周前被媒体抢先曝光的小十岁越野车国手，绰号阿丹的江胜山。他今天的社群分享多张户外婚礼照，自豪拍得太美了，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结婚喜悦。短发配上纯白礼服，林彦均被家人牵着等待入场，最后牵起老公的手，幸福溢于言表。他的爱犬 Pony 也没缺席，老公也在现场小秀越野车绝技。从白天的婚礼一直听到晚上的饭局，小两口黏 TT 爱相随。据《荆周刊》报道，林彦均会努力把工作排开，陪伴男方出国比赛，感情相当甜蜜。林彦均经纪人表示，婚礼是昨天才办的，小两口还没登记结婚，也保证还没怀孕。